這個可以做鋪飯機或者做卷機得嘅，繼續出嚟。飯嘅厚薄可以教啦，嚇密度有得教。咁我而家示範下出一個飯板，跟住就一下卷收卷動作，就撳呢個機能同埋撤換呢個掣，撳死佢，撳佢跳翻呢度，咁就可以一下卷一下，一下飯板嘅出。系啦，咁啊，另外摆馅落去就一下收卷咁样咯，啊，就系咁咯，即系两个功能嘅呢部机，啊，新功能。OK， 好，咁出咁多下啦，好啦，下边 OK。